上，我覺得藝術其實都是有一個很大的動力，你想講的嘢不一定是俾人睇的，你純粹是你想表達，你想講嘢，你想顛覆，你想發聲。咁我覺得能夠表達其實都是一件好事。通常治療的感覺都是不是個畫家本身講的，我覺得通常都是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， 觀看藝術品的時候，那個人他怎樣去找自己的位置在個畫作裏面，而產生一種治療的作用。但是對畫家來講，我覺得是沒有治療的作用的，因為沒有咯，我自己覺得。我覺得當你已經經歷了拍拖啦、結婚啦、成立小家庭呢，愛情其實真的不是大家想像那種鼓來鼓去啊、很轟烈啊、很戲劇化。去到今日的我呢，我覺得愛情就是那份淡淡然，那種淡定，那種彼此之間無論生活上很多的默契啦，慢慢經歷很多煎熬啊，經歷很多難題，一起起一起悲啊，自己幾唔掂啊，就屋企有幾大件事發生，望到對方對眼嘅時候，佢可以將個淡定帶俾你。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對愛情嘅睇法，而唔係嗰種曖昧啊，擦嚟擦去。愛情係會令你成長，佢會令你變得更勇敢，佢會令到你更包容。